而这个安泰银行昨天标售了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原来的同林百货附近的161坪分行行舍啊，这个是非常黄金的一个地段，结果呢以台币9亿500万元标出了，创下了今年店面成交最高的总价，平均每一坪呢高达超过556万，而买家是来自中国大陆最大知名钟表商亨德利集团，亨德利昨天抢标成功呢，在忠孝东路就会有2间的店面了。房仲认为说主要也是看好啊明年政府开放陆客自由行的市场，让陆客提前到台湾来卡位。红白相间，银行招牌还大大的挂在墙上。位在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上的这间161坪烫金店面，背后主人已经悄悄换人了。抢标成功的就是大陆名表集团，11号以9亿500万元天价抢标成功，换算每平单价高达556万元，也创下陆资来台最大的标案。捷运交通非常的成熟，然后外来客也非常多，在就本地内需的消费技能的课程也非常高，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在东区进驻是非占一席之地。这是象征台北东区地理优势，不过黄金地段金店面租金更是惊人。今年5月，大陆名表集团才以台北最贵租金，每个月380万租下忠孝敦化路口的三角窗店面，就是直接重金买楼，未来将和两旁的钟表行连成一线。而为了抢下这家金店面，4家抢标单就有3家是钟表行，像是位在两旁的金轩仪钟表和中美钟表也来抢标，各出价7.8到8.3亿元，全都不敌亨德利的9亿元。而10多年前，银行仅以成本4亿多元取得，原本定价底价是7.2亿，没想到竟以9亿元让亨德利得标，让银行瞬间获利5亿100万元。以正忠孝东路上的店面租金来讲，平均的话大概在10000块上下，可能但是它可能会有以落差大小，因为面积比较大的话，它的租金行情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东区烫金店面一坪就要10000元以上，陆资动作频频，相中的不只是东区人潮，更向明年的陆客自由行大大招手。中央新闻，江平、黄淑文台北采访报道。